我愿意为大小姐效命。你都低头了，你的人也归顺了，那留着你有什么用？ 你说我们这局是输是赢？我赌你赢。雷毅，见过大小姐。看来你赌赢了。 江南霹雳堂，六分服我，四分服他。你今天就算把我们都杀了，我的人也会赶来。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，你也休想得到霹雳堂。大小姐若不信，大可以试试看。他说你们只服他，是吗？ 我愿跟随大小姐，大小姐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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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姐，大小姐发生实战！看来你的人比起怕你更怕死。大小姐饶我一命，我愿意为大小姐效命。 你都低头了，你的人也归顺了，那留着你有什么用？霹雳堂愿为大小姐效忠，我等愿为大小姐效忠。